我的存货还多过我们的存货。还有什么？饼干 ，strawberry。啊，真的是哈。这个牛奶我也丢干。难怪那些一只一只的鸟。它要吃到整个桌子，这一推去。让你看到那三只成绩了。你看我的是要怎么做事啊你？啊啊？你看着我这么，你弄到我的桌子啊，脏脏。你看他要跑了，飞好。